可软了，又软又糯。嘿、okay. ，爱口肉。这粽子可糯了，看，
这种小粽子一口一个还挺爽的。
尝一尝，听说很好吃哦，这个粽子。嗯，好吃。大肉，嗯，哇哦，好吃，
要吃粽子。板栗香肠蛋黄冻，一大块肥肉，太香了吧！这个，这粽子好吃。纯肉的，尝一尝，哇，这粽子真的好吃，肥肥肉，选糯米豆沙，好多豆沙哦，这个。四个蛋黄和大肉，这个粽子很重。蛋黄，蛋黄 ，OK。一二三，四，一二三四，四个蛋黄。
Thank you.
梅干菜扣肉，有滋滋的。香菇肉葱这个是海鲜肉粽哇，看一下，笋干扣肉，好多料。腊肠的，哇！
真的，系个腊肠诶，就是全家福。我说什么？怎么什么都有？蛋黄啊，腊肠什么都有。
我的妈
哎妈呀！